陳家洛議員，多謝主席。我發言希望回應之前幾位同事，包括是譚耀宗議員、梁家傑議員和謝偉俊議員的發言，都是順帶是繼續就著梁國雄議員是他對於關於大學教育他的一些的評論的一個的回應。那我先講一講我們即是大學我是教書的一個讀書人，當然我們愛真理，但我們要是愛辯論愛講真話，愛講道理。所以事實上譚耀宗議員作為我們的議事規則委員會的主席，亦都是一個相當資深的議員，都很應該跟他的黨友蔣麗雲議員講一聲。事實上是上一個的立法會的年度裏面，是經我們的主席做了一個的決定，是就著那個立法會的修訂條例做展報之後呢，是有很多的討論，很多的文件的。在議事規則委員會裏面呢，有很多的文件呢，事實上作為議員呢是可以拿到，亦都有責任呢去睇埋。當中呢是牽涉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當中呢，主席好清楚明確講咗呢，各方的觀點呢是得以透徹辯論呢，是一個好重要的目的嚟嘅。咁所以如果無端白事起身自以為是去自己執法的話呢，我相信呢跟我們有時去投訴別人呢，就罔顧那個言論的自由，胡亂呢去點人數啊，或者去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那個原理是一樣的。相信議事堂呢，我希望依然是繼續一個講道理的地方，而不是呢因為在鏡頭美光燈下面呢，大家要爭取呢是隔個頭出來呢是去打斷的發言來到去博出位。我相信這個不是大家的目的，咁但可能客觀嘅效果咧就俾人誤會咗，亦都唔係幾好噶。啊，蔣麗雲，對唔住嚇，即係因為咧，我就以為今日繼續會講有關總目各方面嘅修訂，因為今日咧就朝早咧就9:10我發言嗰陣時候，你同我講話要講翻總目嘅修訂，但係隨後咧我聽多位議員咧冇講有關總目嘅內容同埋修訂，然後全部都話回應，又回應咧就整個15分鐘嗰、那個佢整個發言咧，通通都係回應指責每一個對方的議員。所以我問一下主席，是不是今天就會這樣呢？假如是這樣的話，那我又可以是不是又是逐個指責回過去那幾個議員的東西呢？請問我不是很，即因為我始終都是新議員，希望主席給一些指示我，麻煩。好啊，蔣議員，你如果你真的覺得因為新議員想聽一下指示呢，我就希望你虛心一點，有些耐性聽一聽其他議員的發言。我們的議事規則呢，當然有明確的規定，議員是應該圍繞我們辯論的議題發言，不應該離題。但是同時我們進行一場的辯論呢，我們歷來都是容許當有議員提出他的觀點之後，其他議員是就先前這個議員提出的觀點作回應的。蔣議員，我們現在這個辯論呢是直播的，市民是有個判斷哪些議員的發言呢是言之有物，哪些發言是無理取鬧，我相信公道在市民當中。我的責任是要使到我們這個辯論呢不離題，但是同時呢亦是順暢地進行，不同的觀點可以充分得到交通溝通，同時議員之間的互相的交鋒呢亦都是有意義的辯論，使到公眾呢是覺得我們這個議事堂的辯論的質素啊是符合我們立法會我們的職能的。咁所以呢，如果蔣議員真係覺得係作為新議員係要多了解嘅話呢，你暫時稍安無躁，虛心啲聽一聽其他議員嘅發言。陳家洛議員，請你繼續。多謝主席。